昨晚加班到凌晨，发出了一大批罐罐咖啡。我们现在给每杯咖啡都贴上了配料表和一些基本信息，为了防止 XXXX 大家懂。下班前把音乐关上，把打印者换一点新的。这些是我们加班做的罐罐咖啡，发顺丰最早的一班车走。把店里的灯都关上，回家休息。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刘三月开始了，他又开始给邻居阿姨撒娇了。堆积如山的订单，整理一下订单，看一下大家的留言，祝阿姨生意快乐。等手头的订单跟上进度，就开始筹备罐罐蛋糕。超厚一趟，太安静了，把音乐打开，最近喜欢听这个。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做一下准备工作。测试一下豆子状态，奖励自己。换一卷新的标签打印纸，打印今天要做的罐罐咖啡。今天一共是452杯。视察一下甜品店，这些全都是橘皮拿铁，100多杯橘皮。顾客说想让我给他拼一个8寸蛋糕。还差一个奶油脆脆，正在做，马上就做好了。是256。奶油脆脆，太好看了。这个是直接泡茶了。8寸拼盘。是的吗？都要一样的吗？啊，都要一样的吗？做2杯，那等会儿等你来了再跟我说，我再继续跟你做。186，你付166吧你。要了，吉利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就只能做冰的。那要冰的。好，然后一共一百零。是一样的。蓝莓铁块和奶砖咖啡。冰啤酒花拿铁。我知道。疯狂制作焦糖拿铁，这杯是玫瑰花。一箭穿心。这个没事儿。灰玉金香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叫啥。树叶。这杯是天德，冰美式，
椰拿铁。香蕉糊可甜。澳白咖啡。奶砖咖啡。四个玫瑰花。新买的两台磨豆机到了麦赫迪六。奶油脆脆和奶砖咖啡。六十，你扫我去。好，一共九十八。哦，等下给你送过去。两杯咖啡和一块蓝莓。好了，好了。那就六十，给你打个折。刚才要了八寸拼盘的顾客，没吃够，又加了两块。焦糖拿铁。燕麦拿铁。我这也放哪东西啊？这杯我也忘了是啥拿铁。做一些罐罐咖啡。今天在视频的结尾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在家制作咖啡的方法，想自己做咖啡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。我买的Slayer咖啡机已经在涂了，这几天就会到买的三台，然后我要把我们店里的吧台给改造一下，加长一下，这样就能再放下一台咖啡机，到时候两台咖啡机一起用，我这冲出头做咖啡效率就杠杠的了，让大家久等了，很抱歉，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制作订单，今天再发三号的订单了。等设备都到齐之后，我们会一次性加班加点把订单赶出来。越南燕麦拿铁。燕麦拿铁。这杯是焦糖肉桂拿铁。肉桂。这些全部都是橘皮，看来大家是真的很喜欢橘皮呀。这边全是橘皮啊。对。这次订的是我们的二代纸袋，纸袋经常会换。奶砖咖啡。好的。橘皮要热的要冰。要冰的。嗯，九十六。你坐哪边？好，等下给你送过去。两杯椰乳，一杯橘皮。
天晚上一定要加班做咖啡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加班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，然后拿到磨粉的应该是怎样去制作。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种制作方法，一个是如果家里有手冲器具的话，这是一个手冲制作，然后如果就是没有手冲的话，也可以选择一个冷萃壶，就是大家在家里或者学校里有冰箱的话都可以去制作。然后这个也很简单，就是把粉放进去，然后用水去泡一下，放在冰箱冷藏一夜，第二天可以喝，这个叫冷萃咖啡。然后这个叫手冲咖啡，在磨粉一个订单，这种它就是一个手冲冷萃磨粉，就是细砂糖状的一个颗粒。因为我们这儿做手冲现成做的比较少，所以我的滤纸基本上好用的都没有了，所以就随便拿了一个滤纸，92到95都可以。然后具体是看一个豆子，然后现在第一步就是温度达到以后要先去进行一个打湿滤纸，然后我一般是去手冲的话一般是取15克的粉，然后粉水比选择1:15，也就是最后的注水量在225克。然后我是会分为三个阶段去冲煮出来，然后第一个阶段我是选择先注水到50克，然后这一步的阶段是闷蒸，就是让咖啡的颗粒去和水充分的去浸泡，然后释放出它的一个香气。第二阶段慢慢去绕圈，然后第三阶段注水是注水到最后的225克。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尾段，我是选择不要的，因为它的尾段会比较酸比较涩。最后把所有的给它摇匀，放到这就好了。这个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个冷萃咖啡的做法，然后大家可以去买一个冷萃壶，家里有冰箱就可以。像我们这个需要的咖啡粉会比较多一点，可以用40克、30克、50克都可以，当然一般就是浓度的话也是看自己去选择，可以选择1:10，然后如果想淡一点也可以选择1:15。比如说40克咖啡粉的话，1:10，那就是注水到400毫升，也就是刚好一杯，和60毫升的就是60克的一个咖啡粉，然后就注水到1:10，也就是600毫升左右。现在这是一个60克，然后之后把它给盖上，然后把它放在里面。然后这个里面我已经换成了常温的水，然后现在就是给它打湿一下。像这一个冷萃的话，没有一个固定的冲煮方法，就是自己怎么喜欢怎么来就行，自己在家里做反正也无所谓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把它盖紧，去晃一下，就是它现在已经开始去浸泡萃取了，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8个小时、10个小时都可以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去喝了。这个我觉得早上喝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加班了，大家早点休息，大家拜拜。